上班的人。从业层。也行。嗯。身份证。这核酸吗？啊？这核酸吗？核酸是吧？嗯。这里。你们去哪儿？我们去和田嘛。去和田的这个行吗？这今天才做的嘛。不去高速吗？高速可以啊。我们刚刚从高速导航，导航叫我们走的这一条。你也见过人吗？啊，对。啥意思？看吧，身份证登记去了。哦，他去登个记是吧？嗯，是驾驶员。确实。给车坐是吧？怎么坐？你放上分当不反应。放在哪里？这里吗？当。这样啊。两个就可以啊。车也要坐扶手。哦，这样，我这个整哪里？可以。随便哪里，他的意思就是。哦。说很多接触的地方都可以。哦，接触的地方是吧？可以了是吧？谢谢。啊，没事。车还是第一次坐，我们过来。对啊，人已经坐了好多次了。可以了。麻烦了，谢谢。这手机给你吗？身份证这里。好。谢谢。好。车都还要做核酸，第一次嘞。对啊。这车消毒今天是消第二次了。不喷吗？喷呢。哦，来了，又洗澡。刚刚在高速上也洗了一次，这一洗第二次。对啊。车做核酸。还要洗。车消毒。走了。好像是吧。他说可以走，看见他的底。嘿嘿。这个待遇。那做了核酸，我们直接就把手就摸在这上。应该这没事，他一个消毒手术，我感觉的话。前面又到检查站喽，这不能拍喽，朋友们。我感觉他们这边的那种风沙好大哟，你看，这些风沙太大了。哎，这里还有卖吃的，冰。哦，冰咱不吃。这一片就种了好多树了，那前面像森林一样，可能也是。人工种的吧，太多太多了。这好像车做了核酸检测之后没什么味儿，它那个药水哦。嗯，没味儿。我们刚刚不是在高速服务区连过四个服务区都没加到油吗？这下了高速之后在那里车做核酸给车消毒，等着下来这里看见了一个加油站，黑妹去加油吧。这边的加油站乘客是不允许进去的，所以说我就下来了，先我在旁边逛一逛。还好这里再有几棵树可以躲一下阴，不然的话就恼火了。还有自驾这边的朋友注意着，就是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段是喀什到和田，连过四个服务区，它的加油站都是关着门的，所以说你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在下面把油给加好了再上高速，不然的话加不了油的，高速服务区里面是。到了新疆这边的这么久了，这加油站里面我一次都没进去过，因为进不去。门口旁边有保安大哥不让进去，只允许驾驶员开车进去，乘客所有的乘客都下车在旁边来等着。哈哈，我们的车又满血复活了。这加了多少的？378。哦，那油箱里面还剩有20多-30块的油了，这加满了就好了。感觉到了和田这边呢，怎么还是和在叶城一样的，这旁边都是核桃树。找个地方休息吧，转一转，
在和田市区去，看哪里比较好停车，好停车的地方就停着休息了，今天就不开了。